一块两块三块四块，哎呀不数了不数了，这么金贵的荔枝啊，往年一个都卖十几块，今年就不同了呀，看看大丰收，只要有点收入的人呀、啊、都能吃得起，果肉啊都是晶莹剔透的，你们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，一定要尝尝看。我说了你们敢相信吗？水果啊其实就是这样，你们加一块呀、啊、他们加一块，到你们手里呀、啊、都得十几块了。你看看，其实啊就这玩意儿在我们海南那最便宜的，家家都够。今年呢我们农民也想开了，我们今年我们自己卖，你看看就这么好的芒果，我给你们价格实惠一点的，如果你们喜欢吃啊，十几块满满一大箱。哇，老板老板，这都六月份了还有这么多新鲜的果子挂在树上，一定很贵吧？嗯，不贵不贵，这个这是我们四川的青剑柑橘，你看每一个都是这种新鲜采摘的，果肉厚实，汁水饱满，如果你喜欢的话，我呀就挂下方小黄车，9.9元就给你发一箱。普通的荔枝啊咱们都吃过，像这么大的荔枝王你们有吃过吗？我打开给你们看一下，看果肉啊是晶莹剔透，特别的好吃哦。如果你们也喜欢吃这么好的荔枝王呀、啊、我们农民啊今年自己卖，就把这么好的荔枝挂在下方小黄车，快点进来看看吧。来，我来试一下啊，这就是西瓜的海南苹果西瓜，各种品种，花色的、黑色的、青色的啊，来给你们看一下，这里面啊都是小果型的，它就适合做电商，咱们就是这个为做礼品吧，做电商，预的准备的，你选了一些新的品种在基地上培育，到时候选几个好的品种，咱们拿着咱们。这个呀就是你们期待已久的黄心大油桃，往年呀、啊、产量低，咱们农民呀、啊、一个都不舍得吃，都要十几块一斤，今年不一样了，产量高，价格卖不上，如果说你们喜欢吃，十几块给你们装满满一箱发过去。哥哥姐姐先别走，看一下我们家的芒果成熟了，今年行情不好，你看还有好多没有卖掉，一两块钱斤啊在咱们产地都不好卖，来给你们打开一个看品质，每个啊都是这种皮厚肉薄壳还大的芒果，你们要是喜欢吃的话，我啊就给你们挂在下方小黄车，十几块钱满满的一大箱，再给你们包邮到家，每个呀、啊、都是我手里拿的这种品质。两毛就两毛吧，你们说的算，烂掉呀、啊、总比卖掉强，看看就这么好的黄心大油桃，嗯，又脆又甜，我一天啊都能吃100多个，如果你们也喜欢吃，你来我直播间10多块呀、啊、就给你发一箱，还包一这个5毛，这个1块，我们产地的火龙果就是这么便宜，每一个都是皮薄肉厚籽含少的，关键呀、啊、特别特别甜，如果你们来不了的话，多一份都不卖给你们。这个呀就是你们昨天在我直播间下班的哈密瓜，看见没，现在呀正在现场打包现场采摘，我给你们打开一个啊，每个呀都是这种品质的，沙土地种植，纯属海水灌溉，特别的脆甜，哇，如果你们也喜欢吃啊，你来我直播间吧，还是这种品质。俗话说得好，桃属鸟食人知，果然一点都没有错，我们家桃子我都没吃呢，已经被鸟尝过了，看这么好吃的桃子，可惜你们吃不到，如果你们想吃这个桃子，帮我点一个小红心，下方小黄车10多块就能买到一箱，还给你包邮。姐等一下别划走，来看一下我们家的水蜜桃熟了，特别的新鲜，如果你想吃帮忙点个小红心，下方小黄车10多块给你发一箱，还包邮呢。冰糖木瓜给它打开看一下，